国民党台北市议员罗志强劝不退，坚持要选桃园市长。即便党中央已排除提名，罗志强不放弃，抛出抖音影片证明一点都不弱，这可让国民党主席朱立伦真的生气了。欢迎的地方去的话就是强将，那今天能够欢迎的地方能够愿意去为党打战，这个都是很好的事情。如果不欢迎的地方跟人家强争强战，那不是好事。朱立伦的意思就是桃园不欢迎罗志强，但还有其他战场，可能每一个都获得提名，一定有人没办法获得提名，但是我们不可能跟他讲假话，我们一定讲真话。今天在这个战场没有办法，也许在别的战场，不管是在别的战场为党打拼，或者是辅选，我无私无我，爱怎么批评怎么批评，但是我坚定的一个立场，只有一个决心，就是国民党好，国民党能够胜选。一说地方员全部都说我很弱哦，抱歉。那除非见我面的地方议员也跟我讲了客套话，那你怎么不知道是不是地方议员看到你国民党也讲另外一套客套话呢？我听到就不是这样啊，说什么就是坚持不退，眼看党中央和罗志强火车要对撞，鱼死快网破，国民党立委蒋万安跳出来缓颊。选情也因为志强的加入让大家更加的关注，何尝不是一件好事。那我想其实更重要的是接下来怎么样能够有加成的效果，而不是持续内耗，否则只会造成轻痛仇快。国民党桃园市长选举布局状况不断，无法劝退罗志强，若是党中央挑战一关接着一关。《镜新闻》叶婷、林敏佳采访报道。